Sorry, sir, there are no rooms left. We only have king-sized rooms. Okay.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我睡床。哎呀，哇，哎呀，你还别说啊，这个沙发还挺舒服，比我们家床舒服多了。哎，我说你能别这样吗？你能别睡这儿吗？你让我睡床，你睡沙发，这床是多丢人啊！ 我跟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这不是告不告诉别人的事儿，你是不是二啊？这么大这么软硬床，你不睡，你非要睡这儿？我怎么啦？你看看你，你都打一天比赛了，眼角还受伤了，你懂不懂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精蓄锐，保证睡眠，这样你才能报仇雪恨啊！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我很轻松的。 这么关心我，那我先去洗个澡。啊？要不你先洗，我去洗澡了。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你坐沙发上干嘛？大主啊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受伤了还要参加比赛，你就非要让我睡床 ，OK？ 我已经决定了，我明天跟你一起回国。你刚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跟我回国？你不继续参加比赛了吗？不比了。你怎么能不比了呢？ 不是说好了要找那通蠢熊去复仇的吗？复仇的时候你不在多没意思呀！万一我又受伤了，身边没人照顾怎么办？欧阳，这场比赛你准备了很久，你千万不能因为我放弃比赛。
要不然我会觉得很内疚的。你千万别内疚，啊，相信我。哎，赶紧睡吧，我去洗个澡。 你今天带我去过的有些地方，我上次在法国被蒋一龙追的时候，我好像都去过，而且我好像还见过你。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宿命啊？你这个女人啊！ 真的是很神奇，不仅傻，而且还异常凶狠。有时候蠢到让人觉得你根本就没长大脑，有时候又突然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女超人。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你，身上却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。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。直到那天去你们家，你爸跟我说，让我帮你跟陈哲复合。那天晚上我一晚上都没有睡觉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我会因为你爸的一句话而感到心痛？ 我可能是爱上你了。
你知道现在巴黎几点了吗？你还给我打电话？你还在巴黎啊？你现在不是应该在曼谷了吗？我出点事耽误了，我明天肯定回国了。哎，你能不能先别回来？我查到黎薇薇订了一张去曼谷的机票，我估计是奔你去的。他来干嘛呀？啊？他怎么知道我会去曼谷的？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呀？他说风就是雨的性格你还不了解？那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先别回国，去曼谷顺手把他给我带回来。大哥，这事我真的完成不了。哎，有什么完成不了的呀？哎，对了，你本来不就是要去曼谷打比赛的吗？你回国干嘛呀？因为我现在跟林美雅在一起。我准备跟他一起回国。至于黎薇薇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你就说我回国了，自然就回去了。林美雅陪你去的巴黎啊？啊。行，那没事了，先这样。那行，挂了啊。